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这半天我 Fight Rebirth。为什么是零啊？上一次本来呢是想玩的，玩到一半突然间就，居然是镰刀，直接就那个了，所以说感觉很没意思，所以没有留那一次。好了，这次没什么好说的，都这个起手了，还说什么呢？是不是？这里有一个特殊石头，等一下回来看看有没有炸弹吧。啊，有了。完全不应该超过35分钟啊，这次。超过35分钟，那就说明了这个打得太烂了。当然我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玩，所以说肯定也会受点影响。只是35分钟应该是足够宽的一个时间了。这里要不要炸一炸呢？炸一炸吧，这样的话就。结果还真没好东西啊。好，还不如炸这个呢，还能增加一下恶魔房的概率。然后主动道具呢也是非常的好，是这个书。啊，忘记看种子，总之是 GRJ8VABR 哈，是不是按太快了？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不看那个东西，都知道啊，是现在有高科技嘛。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影响速度了，没有钱，所以说商店也没看法了。还没过30秒啊！喂，终于过了。而且这个连射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因为这镰刀是捡连射，结果捡完之后还是那么的快。好，第二层。双重钥匙房，有点意思。中招了，这种房间进来还是相当的让人郁闷，比较难判定它那个安全的位置。基本上他要搞你的话，你也跑不掉。居然是这样的房间，这没炸弹啊。估计那边是正路啊，先走这边看看。进吧进吧，反正有四把钥匙。四是 roll 本城道具哈。现在这个道具房都没出。Full health。先看这道具房嘛，相当于两把钥匙买了一 roll。那前提是有东西给我 roll 啊，给我一个被动道具的话，那么也没啥意义。全地图这个就不可能去 roll 的了，这么好的东西。现在我也不怕受伤，那随你撞。没有炸弹啊！小心点啊！因为现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消失了之后被打了就很郁闷。好的啊，可能没有那个啥哈，可能没有那个恶魔房，还确实没有。先看看这里吧，可能买炸弹比较好。刚好这里炸完之后还有，哈，这是给的是，给的这是炸弹，真是够神奇的。好，炸一炸这个地方。
三分钱。哦，我没去炸那个什么东西，没去炸那个双通钥匙房隔壁那个，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有可能是秘密房，直接找 boss 房先吧，安全起见了还是。毕竟能开出来恶魔房还是相当的有帮助，是不是？这有蓝血吧？我猜是的。然后这边对不好啊。自由帽还是可以的，这苍蝇跟我靠得这么近，自来熟是干什么？这种骑手太好了，基本上没什么，已经没什么值得吐槽的。其实给你个镰刀还想怎么样？哈！能不能不要老是小跳？现在射程并不是很好，所以说能够加射程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啊，正是我想要的，当然给我绿针更实际一些。这不是炸弹，还是哇哦。没炸弹啊，没炸弹。好的，小硫磺火，不得鸟啊。这里没钥匙哈，这是个重点问题。金钥匙。看看吧，这个给把钥匙，谢谢。也不给，钥匙炸弹都没给，但是给了个白星，这个有点厉害哈。觉得还是值了，这样用一用。可惜这里没有买到我想要的东西，买一把钥匙吧。把这个炸弹，把这个箱子踢到边上去。好的。哦，这个好。有五分钱，这样的话好，下一层好卖血。诅咒房没办法避免受伤，算了吧。这里是有刺儿，稍微小心点。现在增加恶魔房概率其实没啥意义啊，顺便有折扣券，其实可以回去买的，算了。增加恶魔房的概率其实没啥意义，原因是都羊头都出来了，还真是有。
啊，居然六下不出东西，这个少有。我老是炸不着你，是什么情况 ？UAV 死了，没有一个是好的。哎呀呀，这边呢，上面这个房间也清一清嘛，因为给冲一下能，说不定能够用那个。 用一下阴影书什么的，嗯，这个又可能有血量什么之类的。现在红血也是很不错啊，不一定真的要蓝血。完全忘了小硫磺火的存在。 皮，这个真的是放啊、不行，这地方就算我过去了之后还是要回去的，是不是？这边这个 boss 防不错，哎，黄针拿就拿吧，抽血袋，走你。 但飞行速度好奇怪啊！有一个图书馆，我就有点不懂，我还求什么书呢？求生存能力吗？求生存能力的话，好像没啥意义，我还不如拿这个，科技给我滚蛋去！ 还不如拿现在这个呢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这是啥 ？Lockdown。 倒无所谓，反正这个 lock up 过一次。我看这里头有什么？原来是贪婪。哎，你还是给我一个折扣券了，那还好，我上一层没买，买了之后你就毛都不给我了，是不是？ 看一眼吧，对啊，毕竟这样还是有赚的，是不是？虽然说追踪书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，不过还是觉得比较靠谱一点点嘛，这个东西，看看这里头。 一个双重 boss， 双重丁狗，居然还有恶魔房，真好，这里头。
哦，对啊，有羊头呢，自己都忘记这件事情了。肥块，谢谢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正好，这个半边都不用去了。节约时间还去过啥？是不是？这没有接机房是吧？嘿，柠檬派对，48小时的能量，嘿，这个倒是不错哈。行啊，知道有48小时能量，如果能搞到一个的话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利用那段时间，应该可以直接把 boss 给弄死了。这么长的无敌时间，如何跳？再见。没醒去啊，200钥匙换几百个炸弹，换吧。我应该先看看有恶魔房有没有道具再拿这个，说真的话，我随便了吧。小 gish 还是不错，毕竟是个伤害真强嘛，一定程度上的。好的，走。想快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拿铲子才对呢？这里搞不着了。这多少时间？16分32秒，这比较长的一次了。主要是还有全地图，所以说后面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快。主要之前玩了一下这个恶魔乞丐，是不是？那就再来一次吧。既然都阴皮，48小时的能量，还有信用卡，拿信用卡吧。其实信用卡可能也不见得有啥用。看看这里头又是钱，这钱太多了，现在给我钱我都不想要了。好了啊，那继续走。吸血鬼的诱惑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，不过哎，这个是个道具，也就拿了吧。2个炸弹，这是一堆蓝心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是一堆钱。特殊石头，哎，是不是有一个？没有。有。
时间了，十，一八三七。不。这里头。现在想自杀的话确实有点麻烦，主要是这个血量的增量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有，那自杀的话确实会快不少。那这里是啥吧？哦，妹呀，黑心，行吧，来玩就要玩大一点，是不是？做人不要怕死。哎，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一颗蓝心没被我买掉？啊，是，那就更好了。这自杀的前景更实际了。差点把那个损坏的怀表买了。有人说这个会重置这个连射，觉得这说法不太靠谱吧。好了，直奔 boss 啊，就什么东西都不管了。炸弹十四个也够了，不用再去弄了。这里呢，开一下开吧，这种东西就 health up， 不是很有用，但是如果这次有恶魔交易的话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。皇帝啊，正义，有个拿不到的特殊石头，这里有特殊石头吗？我眼睛都没瞧漏皮一眼。大魔菇其实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帮助，所以说不用专门去找。给四八小时能量柠檬派对，炸弹钥匙互换柠檬派对吧。四八小时能量，等一下可以回来拿一拿。加射程。行了，不再需要那个东西了，都变毛了，妙！能不能达成我说的目标啊？35分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25分钟不知道行不行了，25分钟可能有点难。26、27分钟可能可以吧，这是什么？用慢了。哎，看起来有机会啊，好像低估了自己这次的装备啊。
导致那个柠檬派对既然都已经没有几乎没有效果了，还不如留给小蓝人用呢。你这个两倍钱真的是在逗我是不是？我是没想到这个居然这么快，全地图的影响真的是特别大哈。Eden win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